呀？你看这个男人。我选这个，这边真好吃。我就吃这个。看他吃鸡蛋还真有点馋，保险起见，你还是偷看一眼。大闸蟹，这下可选对了。不行，我还是都打开看看，比较放心。就整三眼马是不？啊，那个盘盆完一搞，这个螃蟹，给你吃。自己炫点还后悔。哎呀，你看这个男人。老公，咱们今天上火锅，今天的肥牛呢，一人一盘，谁有这个谁抢啊？再给你。等会儿，你看你那个比我这个多，咱俩换。真当我眼神不好使吗？这么大一盘肥牛，我等你吃完了我再吃，我先算点鱼丸和蛋饺。真老公吃饱了，然后你说来就把多少了啊？别算走了，就剩我自己了。来，这大盆，这啥？这馒头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又上他。二拱最近又不敢分量，今天方便接我治治他的老毛病。来回让你尝尝芥末汤圆的味道吧。吃方便汤圆啊！哎呀，还有鸡腿呢！这家伙的嘴是安装马达了吗？这吃肉的速度可真是不含糊啊！行，你快吃鸡腿啊！来，我也吃。这是一点也不给我留啊！算了，表现肉你好看。啊，真香啊！媳妇儿，刚才不是大红牌刚。媳妇儿，看你吃个汤圆吃这么慢，来，我替你吃。你都吃了，我吃啥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汤圆汤圆了呗？见不吃独食。不想套路我，幸好我发现及时。
伙还学会投炕呀。那就给你来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吧。老公，吃饭了。老公，你今天选一个吧，你是十粒挂面还是十面条鸡蛋？十面条鸡蛋。小样，还在这跟我整事，我刚才都看见了。啊，媳妇这笋太好吃了，好吃是吧？嗯。哎，他老公也吃的差不多了，你就给他变个魔术吧。你别笑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拿鸡腿呢？我看你还能干啥呀？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吃饭了。来了。老公，今天接着选，选哪个？还选呢？一想哪就冒汗，都拿纸来擦汗。赶紧偷看一眼，快点选，选哪个？你选那个来，不想后悔啊！选那个最后吃啊！你行，盆里有大闸蟹，我才不会后悔呢。我太饿了，不等你了。嘿，又来这出是不是？哎，看见没？这大眼法啊，这里面只有螃蟹。哎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哎，螃蟹。哎呦，我的壳呢？又来了，又被我吃完了。老公啊，吃饭了。来了。哎呀，媳妇儿，要大闸蟹。哎呀，再吃大闸蟹。嗯？干啥呢？你咋没有饭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把粉吃完了之后，再吃大闸蟹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把两个大闸蟹都弄到手。哎媳妇儿，哎媳妇儿，咱玩游戏啊。啥游戏？今天咱俩谁先把粉吃完，这俩大闸蟹就归谁。行，吃吧。叫你妹，瞪着瞧。牢牢盯住这两个大闸蟹，待会儿就是我的了。哎呦我的妈！